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咁咧喺呢个奇怪的大冒险第二集开始之前咧，咁首先买两个广告先啦。咁第一咧就系我嘅 fan page 史莱姆 Air Slime 嘅 fan page 咧，已经开咗噶啦。咁欢迎大家，如果想收睇最新嘅短片同埋一啲我自己本人咧最新嘅资讯咧，都可以去到呢个 page 嗰度嘅。系啦，基本上我都喺个 page 度发布噶啦，大致上就咁。所以呼吁大家拉一拉嚟，唔好吝啬。第二。呢、这個就係個 YouTube， 咁繼續咧 subscribe 啦，係啦，35000人啦，咁希望快啲能夠衝破呢個嘅50000大關，冇錯，係啦，咁我嘅由於要繼續衝破嘅關係咧，我要繼續去連載呢個奇怪的大冒險啊險啊險啊，啊係，對於近日啦，我 upload 咗兩段國語解説嘅神魔短片啦，咁好多玩家都激動啦，咁需要擔心嘅。係啦，咁我只係出好少嘅啫，係啦，咁可能一個禮拜可能一條兩條，咁大部分時間都係用廣東話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係啦，咁我都好體諒我香港嘅朋友嘅，係啦，咁需要擔心嘅，我明白國語係唔好聽嘅，我嘅國語係唔好聽啦，同埋國語本身係比較冇咁親切啦，我都明白嘅，咁係啦，咁只不過因為我哋 GP 想要宣傳下60000嘅活動，咁所以咧我就用國語嚟拍下短片，咁樣咧可以招納多啲國語嘅台灣嘅朋友啦，去參加我 GP 嘅活動，咁就係咁啫。咁同埋都可以多啲嘅台灣朋友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哋啦，咁我都係好開心嘅事嚟嘅。好啦，就係咁啦，講一堆廢話，聽翻啲先。係啦，開波。好啦，呢個就係 stage two。Stage 2 嘅第二關係啦，咁咩關呢？跳掣又飛咗上去噶，咁咩關呢？非常之衰嘅關卡啦，又死啦！呢關係絕對，個針仔真係 PK 嘅，飛咗上去，好討厭我覺得，又飛翻落嚟，不過你嚇我唔到嘅，哎呀！哦哦，公主，喂，点解有假嘅？二货 ，bitch， 二货，咦？哦，太简单，难我唔到嘅，这才是真爱。啊，吉我嘅 ，true love hurts， 好低能，我得啲真爱嘅命嘅受伤啊，但我已经行到边啦。啊！又吉親啊！真愛真係容易令人受傷，我都 feel 到自己去咗邊先啦。喂，都仲未行到最尾嘅原來，喂嗰度好糾結喎，咁搞到我。Yes， win， 感受草泥马军的愤怒吧！哇哇！喂喂喂喂喂！好愤怒啊！你真系自杀！点解会系自杀噶？哇哇！嚟啊！同你单挑！哎呀！点解会输俾佢？哎呀哎呀！死啦死啦！我冇理由會輸俾佢嘅，嚟啊草泥馬 ，come on， 直抽我哋，哎，佢太大隻啦，我唔夠佢嚼添，我應該點咧？係咪等佢嚟到嗰一下，跟住我就頂牆，跟住就佢會死啊？好啦，進擊的草泥馬。呢段影片就叫進擊的草泥馬，我覺得實在太恐怖啦！我完全感受到佢嘅憤怒，有幾咁誇張。我知道我企喺中間，佢兩個相撞就會死，然之後冇事，係唔得嘅，係唔得嘅，實在太卑鄙啦！唔通要等右邊嗰只草泥馬衝過嚟撞死左邊嘅草泥馬？應該係咁啦。嘿！死的只有我，太卑鄙了，太過分了，是不是那個牌有些東西的？牌上面有些東西，那個公仔頭，欸？欸？欸，都會死，都會死，哦，I know，I know，
太簡單了，為什麼這一集沒有公主的？奇怪了。嗯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是第一个通玩通了二三关的本体式的玩家，本关还没完成，我是不信你。我先不会信你啊！我弹走了个位，喂，去哪里？我可以弹上去又将我，咁搞笑嘅？喂，喂，我根本就是天才。Win， 呢个应该就系 Jo 头先讲嗰个，头先阿 Jo 同我讲过，有一关好食屎噶，原来有个牌遮住咗。喂，顶啊！搞錯了，喂，原來咁樣啊！哇，仲有史萊姆會飛出嚟嘅，耶！我真正嘅天才。喂，史萊姆啊，走出嚟！我啲點史萊姆啊？我不可以頂曬兩個，應該我估，因為我第五關，要頂一個。哦，唔係喎，一個兩個冇關係。咦，冇事嘅喎，係唔會跳嘅。喂，佢生產咁多出嚟嘅。Yeah， save point。哇哇哇，有炮彈，避開，完美。哟，有冇搞错啊？唔通佢踩个炮弹过去？哎呀，整呢个掣啊！咁卑鄙，卑鄙的小花。喂喂，好恐怖啊，喂，好怕啊，喂，妖怪，公主，耶、yeah! ！我终于捉到公主啦！我又嚟？吓，咁都死？喂，搞错啊！我都一定冇咁簡單呢關，一定最尾又全排一齊落嚟，都玩冇咁簡單呢關嘢。喂，好矛咯，咁都算死，成日都係咁，都走咗啦。咦，好嬲啊我！好嬲啊！好烦啊！一堆屎佬唔好冲过嚟。哎呀，我太心急啦！OK， 要临危不乱。点啊！黐线噶！点啊！好，冷静啲 ，OK， 冷静，冇事嘅，又唔痛嘅系咪？系蠢啲啫。好过分啊！
草啊泥啊麻啊。冇錯，係同啲草泥馬瓜一樣，要撳佢就死㗎啦。喂喂喂，做乜嚟死嘅喂？咪先，而家第二關啊。OK， 去 stage 3嘅第一關。OK， 一開嚟就玩六關啦，玩埋呢關就今日就差唔多啦。Hurry hurry！喂，哇，再久啲啊！喂，我整，我整，好薄。點解頭先冇跳冇事啊？哦，好難啊！真係好難啊！喂喂喂，我整，我已經即刻撳跳嘅喎。喂，唉，我啊，好嬲啊我！俾個 save point 得唔得，大佬？喂，我已經好低先跳嘅咯喎，即係再低啲啦。咁到最后一关都要卡咁耐啊！有嘢，奇怪的大冒险，就系争啲，我已经记好晒边位跳，所以呢头先我已经难唔到，太细啦。怎样啊？难道要一开始就跳过去？刚才我已经差不多死了，我靠！Yes！ 啊？怎么过那个位置？毫无头绪啊，可以说是。怎样过啊这个位置？怎么好呢？这里好麻烦啊，解完一个又一个，又卡了。现在哦，原来第一条，哎，最屘嗰条跳，好嬲啊！呢关真系好纠结。Yes， 公主 ，Yeah， 呢关好难啊！我终于胜利了这个关卡了。咁咧，今日嘅奇怪大冒大大冒险大冒险第二集就去到呢度先啦。咁继续咧，去大家可以睇多啲啦 ，subscribe 我啦。咁另外可以加快出第三集，好好好好，多谢谢。系啦，尽快出第三集啦，再见。